再回報埋一個黑卡啦，黑卡今日我開咗張 check 出去啦，嚇咁啊開咗張13000多元嘅 check 就係一半，因為今次要做翻張黑卡係要27000。嗯 ，OK， 咁啊點解咁貴啊？啲卡好撚平咯，1800，因為你要做個封套。嗯，封套好貴，而個封套入邊仲好多枝枝座座嘅嘢，到時你收到張卡就知啦。咁到時我哋會逐個通知黑卡嘅會員上嚟攞卡噶。咁喂 ending 我哋就會 issue 我哋嘅白金卡啦，稍後時間。嗯。咁白金卡咁點樣咧？有咩 qualification 可以？即係有咩有點樣 eligible to get 啊？呢個 Platinum 卡啊 ，Off 俾你漫步啊。咁啊，我哋 count 過咧，咁最後我哋要發行出去咧，係有690多張黑卡，因為咧啊，淨係嗰個信封，每一個係9個多，每一個，我每一張卡連埋呢個 folder 製作係超過20元。嗯。